来，预备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起来！听众朋知名连锁服饰盛大开幕，蓝正龙跟周采诗受邀为剪彩嘉宾。对于安心亚最近影片外流的事件，蓝正龙说他应该很不好受，但真的遇到了，只能看开一点。接着就要出发去上海工作，但比起照顾女儿，在外工作对她来说显然轻松多了。会想挑啊，但是就是希望挑大一点的，因为小朋友的衣服很多人送，所以现在是够的。等她大一点，或许可以问问她自己想法吧。你老婆跟小朋友已经很好啊，都很顺利，谢谢大家关心。嗯。你当爸爸辛苦。很累，因为像我昨天也没怎么睡啊，就是2点、1点、3点、4点、6点都起来啊，就是换尿布啊、喝奶啊，就妈妈更累啊，对，妈妈更累。就算一脸倦容，但看得出有女万事足，只是育儿还是要有备忘录比较好。就是我最近有一个感触，就是如果要换尿布的话，尽量不要买咖喱饭吃啦。对，因为我一次买咖喱饭就蛮尴尬的这样。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